的 single ladies 一直为他们独守空房这样的有吗？有，大家都不太，你问寂寞，你问的太突然了。对，要三二一，有吗？有点远哈，但无论如何，2013年对于 MS 是非常重要的一年，因为他们的这个实体唱片《色 Color》对跟大家见面了，所以呢也入围了今年我们众多的奖项。那谁代表说一下，马上下周26号在万事达中心就要颁奖了。对于自己今年的成绩有什么期待？对今年的成绩，其实每一年都希望在套榜上有一些肯定，所以今年当然一样，我对我们自己呢是有信心的，但是。
但是结果到底怎么样呢？就是现在目前还不知道。但是我们会在那天送上最好的表演，和现在也积极准备为那一天五个人能聚齐来努力。到时候王浩会来是吗？他一定会来。真的吗？一定会来。他不来的话，我把他抱过来。抱过来。对，抱上台。对吧？领奖这种事他不会不来的。对，领奖这种事他一定会出现的。对对、啊、我们颁奖晚会舞台上也有坐着轮椅来过的嘛。哦，都有过吗？要这么悲戚吗？好，那我觉得呢，刚才这个小青讲了，对自己的实力是有信心的，对于主办方就不是那么有信心。但我觉得每一次演出MSC 这么给力的给我们，每一次开场做这么活络的演出，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奖励这样的有青春有活力最重要是有诚意的男生偶像团体。期待你们4月26号获得自己应得的奖项。谢谢。今天既然来到我们的金曲网络演唱会，当然不光是唱一首歌就放你们走了。 OK。 对啊，要唱什么？下面这首歌我们很久没有唱了，因为没有瑶瑶，这首歌就唱不了。没有瑶瑶，这首歌唱不了。说实话，这么谢谢瑶瑶这么重要呢？瑶瑶在我们组合里面还是有一些地位的，有一点。谢谢。但这首歌没有王浩，照样可以唱，是吧？对。这首歌名字叫做《My Place》，掌声鼓励一下。这首歌唱不了。说实话，这么谢谢瑶瑶这么重要呢？瑶瑶在我们组合里面还是有一些地位的，有一点。谢谢。但这首歌没有王浩，照样可以唱，是吧？对。这首歌名字叫做《My Place》，掌声鼓励一下。
baby 的今天谢谢阿曼森一下我们有请音乐之声 Miss Radio 另外一位老朋友